12月12日，下了大雪，我准备了戒指，是他喜欢的简单款式。他会接受我的求婚吧？我想一定会的。他们该死！这人生有路，以宿命为敌，以苦难为强，以爱人为行。我们身处其中，终究不能幸免。很多时候，苦难并不需要理由，善良也要代价。我们的代价是一起走进命运的牢笼里。别人身上的伤，吻了就能好吗？告别让告白冲撞了释怀。我们没有错，我们的过去也不是错。我们只是运气不好，我们都被困在牢里，得不到救赎。素素，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吧，别困在里面。阿离，那我走了，你也要快些走出来。明明谁值得我仅靠一线天光，不公的尊重筑起沉默虚妄的墙。就能好吗？告别让告白冲撞了释怀。他走出去了，走出这座牢笼了，他会有新的生活，有新的人陪在他身边，而我会一个人死。你那天想要给我的礼物是什么呀？你还记得？我很期待，当然记得。要是一直不知道，等离开的时候也会很遗憾的。我那天准备了戒指，是想跟你求婚的。不过，现在也不迟嘛。我会陪着我的妻子一直走下去。